艺人林志颖平时经常在社群上分享有关高科技的事物，例如最新型的手机、车子等，可见他对高科技的热爱。但去年他驾驶电动车外出时，意外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经历长达一年的休养才逐渐复出，但依旧不减他对车子的喜爱。近日他在社群上晒出了一段影片，只见影片中的他搭乘小型的飞行车，在螺旋桨的带动下缓缓地向高空飞去，随后从空中横越宽广河川。而林志颖虽然身处高空，却一点也不害怕，还笑着自拍记录从车内往外看的风景，让不少网友惊呼太酷了。不过也有部分网友为他担心，认为这个体验虽然很有趣，但还是要照顾好自身安全，以免再次发生意外。真的很佩服林志颖的大胆呐、啊！Bye.